我要拿意式香料，意式香料在哪里？找一下。意大利香料跟白胡椒哈，白胡椒要加迷迭吗？还是不用？好，那就用意式香料，然后一点点盐这样子。我们来煮晚餐。那我今天是小小厨神的帮手，叫做小小厨神帮手。不对，小厨神的帮手应该叫什么？小小厨神，对不对？我是小厨神的帮手，那应该叫什么？加点意式香料，不要加太多，被可能就只是一般的新店居民。是的，加点胡椒，不要加太多，加太多我会被小厨神骂。臭臭的，我先来腌这个，等下再来帮忙洗菜。你有切洞吗？你有戳洞吗？啊，没戳洞哎，拿叉子擦可以吧？哦，拿叉子擦。拿叉子戳洞，被小猪真抓包了，忘记戳洞。叉子在这，戳几个洞，这样比较入味。不要，小厨人跟我讲说不要再加酱油。这个是鸡腿，这是鸡腿啊，鸡腿肉。我可不可以加点蒜盐？还是那边有蒜头？要不要加蒜头？都可以啊。加点蒜头比较去那个味道。等下我切给你。不用，撒点蒜盐就好了。不要。这边啊，都可以。所以，你那瓶蒜盐快没了。我早都已经换了。你换了。就是换成七味口味，七味口味的、七味葱盐啊。七味会辣吗？还好。好。哦，你在剥九层塔。换成七味的哦，那我早就换了，这两天才换的吧？换好久啊，好几天了，没感觉而已。不要撒太多，撒一点点就好。意式香料加七味葱油，怪怪气。你自己说随便的。随便的。搞不好这是一个。听起来要晒喝的，弄晒。对啊，这搞不好。晒喝的。对啊，这搞不好是一个很微妙的组合。对啊。已经很怪了，我想。不会，味道加起来很香哎，真的。我现在就闻到九层塔的味道。好，那这个稍微腌一下，等下再气炸。好，先把东西放回去。我要穷了我，东西放回去，好了，下一步新店小厨神交代我要帮他洗青菜，
我们刚才买的那个菜真的很便宜耶，19块。所以我觉得用大的，用这样来洗比较好。而且我们今天有吃下午茶，我觉得我吃不了很多。可是我们其实就要绞肉跟那个。对啊，反正吃不完，明天早上吃啊。我要先把一些肉。它这个肉打开之后比我想象的，我要先放掉。不是吗？其实它吃不完。它这肉片比我想象的。我猜他们也是没有很饿。你要这个是不是？嗯。好的，等我一下啊。这可以是青菜的没有。怎么了？你要刀子哦。嗯。这里。泰式打泡猪吗？今天是泰式口味的打泡猪肉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哪里泰式？它就是台式的。哦，你今天不是说你要煮泰式？我没有加鱼露，我也没加辣椒。哦。你今天是很台味的。对，调整到自己家里正常会吃的口味。没有人说一定要怎么样呢？接着我就来监督新店小厨神有没有认真了。我要什么步骤需要帮忙？可以了。嗯。可以了。嗯。我要什么需要帮忙？这个我觉得不用。嗯。青椒哎，这两个颜色都要吗？还是一个颜色就好？不要。还是不用青椒。青椒我本来只是想要拿来配色，配在那个波骨鸡腿。
再减。你就算了。可以不用配。那我帮你把青椒分起来。就交给我，交给我这个小助手。这青椒是刚才在 Jason's Market 买的，这个多少钱？没写。78。78还79？好，等你开始煮，我再来气炸，这样时间还绰绰有余。蒜末。柠檬不就是泰式吗？加一点嘛，不是跟你说调整到自己家里特色的口味。这种东西没有人说一定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请帮我包了。你看，我现在是标准的助手，他叫我包就得包。等一下，我只要半颗就好。这柠檬很香哎、欸，这是刚才买的吗？不是之前的，这个超香的。好了。你看一下配料什么？小细蒜、柠檬、比较大的蒜头、番茄。九层塔、绞肉，这个刚才有腌过，跟比较大的绞肉，那是肉片。肉片，哦，然后现在你看不出来会弄出什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厨神都是不会告诉别人他会做，厨神都是想在心里。其实那个是蒜，对不对？嗯。很厉害吧？我曾经什么葱、蒜跟葱。叫我新店小长这样，然后新店小厨神现在他很怪哦，他你看新的刀子都不用，然后一直用。因为我想说那个我要带去公司啊。对啊，我们公司已经快被我们家不用东西塞满了。那可以带去公司。以后我觉得公司也可以弄个小厨房了。对啊，你们本来就可以自己弄，你们就电锅啊、气炸锅啊。我那时候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做什么就带去公司弄啊，没有人叫你整天就吃那个便当啊。对啊，自己弄一下就比较简单。我不想要自己弄，我就自己弄。干嘛？我是挖流民车贼一样。哦，那个是还有用的。好，准备就绪，煮开是很快的，准备比较慢，对不对？对。砧板不用了，对不对？什么？砧板应该不用了哦。不用。我搬砧板。跟这个，等我去。我觉得我可以开始准备气炸。可以。我觉得可以。
这是我刚才腌的肉，就是迷迭香佐意大利香香料，再佐盐巴，再佐什么什么七里香盐之类的，哦，放在这。一点点啊，对啊，捏一点点啊，因为差。先180，然后先180啦，我抓这先大概8分钟，5分钟好了，等一下，那我有个策略，我们先来用反面，哦，反面以后5分钟后翻面，然后再来收，哦，啊。好，开始。等一下，5分钟后我翻面。你就捏出一部分，你要吃多少就多少，就是你就拉出来，用手拉出来，这样才拉得住。不然你还要煮，反正就这样啊。然后这边收一下。把水滚一点。哟，姐姐，你捏的要自己吃完哦，我帮你开。我刚刚教他，让他自己开。然后好。不行，他很高经验。要滚了再放下去哦。天哪，在捏这个面疙瘩。那个是脏的，你要拿上面的。你要干嘛？没有，你就捏好一颗一颗一颗丢进去就好。现在要滚。等一下，所以等一下滚了之后你先洗手啦，等一下再回来。等一下滚了之后就边捏边丢。好了，再10分钟应该就可以变出一道菜了。新店小魔法出生。灯没开，灯没开吗？开啦，是客厅没开啊。你在思考人生的方向吗？怕它热了。热了。哇，很热。趁热时间。再调味一下，颜色有点浅的嘞，我也觉得好像颜色有点浅。没关系，这种都会边煮边看，都可以调整。这是气吗？
觉你要后退一点哦，活在这里哦。拿什么酱？酱油。酱油。好啦，今天巧竹城要加入可口的酱油。你还不够甜。不够咸吗？其实我已经腌过，可是我就怕不够咸。啊。颜色没有上色。没有很深啊。还不是，还这样还没有滚，而且我们家没有葱。你家没有葱哦？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不用加葱。不用啊，我是说，就比如说别的东西。哦。然后这边有葱。然后去看我的气炸锅，要拿一个筷子去夹。等一下，拿这个好了，看一下它的状况。背面，再两分钟我再来翻，自己觉得啦，反正再两分钟，凭感觉，180度就好。太丢了嘛！姐姐，我帮你看，这个、哦、你的大概在两分钟才会滚吧？对啊。姐姐，你想要捏面团？你是想要吃还是想要玩？我想要玩。我就知道。哇，这感觉很澎湃耶。现在新店小竹城拿的是 IKEA 员工推荐买的第一名，是不是？的搅拌棒，在搅拌。它有这种形状跟汤匙。这个真的还蛮轻巧的。玛莎老师也是用这个方式、哦，真的、哦。那有一天世界上只剩我跟玛莎老师，你会选谁？那有食物吗？嗯，有食物吗？有食物吗？你说玛莎有食物吗？还是选我比较多食物？选你比较多食物。对。这两个都要。小孩子很。很有才情。可恶。很有道理。怎么了吗？这不是很有道理。很有道理。很有道理。好了，接着我要去看我的那个。我先把这个我们今天下午晾的被单放在旁边。哦，放在旁边。然后啊，这个灯没开，先把这个灯打开。好，开了，然后再来就是这里，可以。我们看一下，顺便看一下比一这个气炸锅会不会粘锅啦。如果会粘锅，现在就我翻起来一定就是很丑。哦，事实证明是完全不会。哦，接下来就是180度，大概在8分钟。然后最后我再用200度收尾。应该不用。其实我这个都很随性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我用气炸锅，都是凭感觉。好。然后最后我再用220度让表皮烤焦一点。加点什么？你等一下气炸锅最后放一些这个在上面。好啊。香哦，摸到。泰式的味道。但是你自己不是说不是泰式？加了柠檬很泰式，随便的。对啊。加。这只是差一个没有鱼露跟辣椒了，要不然就变成。我真的没有加鱼露，因为我本人很不喜欢鱼露。
辣椒小朋友不吃，我都拿掉。对啊，那你没有拿一个汤匙挖一下味道看看？试看看啊，小助手就是要负责帮忙洗碗盘。稍微冲一下，好，这个把这个放好。拿起来用手拿那一块，那一块啊，不是有我的手的那个嘞。现在没办法。我来刚。这个是史莱姆的概念，你可以捏个米奇进去看看啊。米奇，哦，好香啊！对啊，你那个就有点泰式的味道哦，你那个根本就是泰式。啊，我就没加辣椒味，没放五谷，这样算吗？那个基本一定要放的东西我都没放。姐姐，你动作要快一点啊，要不然你要那颗熟了就你那个最后。对啊，就边煮边吃。对啊，哇，他努力很快，我想要捏米奇，这个好了，哇，这很大份。哎，节日吃，明天带便当。对啊，明天吃不完的，明天可以带便当。你那样倒的吧，比较方便一点。米奇变成粉丝的米奇。要不要帮你 hold 住？不是因为这锅子很重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要不要帮你拨。我要炒高丽菜了，我看一下鸡肉可以收了吗？哦，再一下，最后再来调高温度。你说什么？你小心哦，这个锅边碰到会受伤的哦。那个锅边是比水还烫的哦。因为铁的温度会比水高。我管它的，随便乱捏的啦。我跟你说什么形状又不是重点，你刚刚看相信我了吗？不相信。
你说这个葱撒一点在上面是这个？那应该放一点。放一点，最后几秒的时候。对啊，那它再一下子。最后。爸比，你看我的手。好，赶快洗一洗。已经好了吗？嗯。有的都不洗。最后几秒，好。好，那最后五分钟，我就让它三。大概四到五分钟吧，我把温度调到200度。还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全部都浮起来，怎么办？这个很快就好了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很快。现在是炒高丽菜。浮起来了。嗯。这个等一下来加那个，然后白色的碗在这里，这个，你用那个有洞洞的那个捞啊，在那里，对，那你去哪里？爸爸那个中岛，然后后面那边，中岛，对啊，对啊。可以了啦，那个很快就好了。我一直坚持要捏成这个东西，然后我想要捏成这个样子。那你现在捏起来跟我完全讲的不一样。我看看。那个加一点日本的那个也可以啦，都可以。日本的那个酱。对啊，因为你那个有加那个啊，好快咯，然后有很漂亮，哦，最后两分钟应该刚刚好。你要吃吃看哦，有味道吗？不够对不对？没什么味道。吃到面粉的味道而已，对不对？有葱的味道。有葱的味道。有点像是你把葱油饼变成捏成一块，就啊，对，就是你要还是要加点酱才好吃。反正我喜欢的完全都不一样。而且你不觉得？你看你那个一小坨煮起来变成人家很多，啊、因为面粉会膨胀，对啊，所以煮起来感觉就很多。等一下，我应该要来准备，等一下要切那个肉的。我现在要把它。可以把那个放进去那种。好好好。其实也不用吃，用剪的就好。好，最后几秒钟。今天蔡琳的意思是撒一点这个在上面，好让它有点爆香的感觉。这是什么？嗯？这是什么？葱啊，那个鸡腿肉，鸡腿。等它快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那个哦，对你用泰式，这不是泰式啦，反正就这个翻。这个就非常好吃了，阿佑吃饭咯，然后再焖高丽菜了，这样就好吃啊，对啊，这样就好吃。
拿一个袋。好了，最后了，青菜跟这个都快好了，这个 OK 搞定。哦，哇，炸得很漂亮哎，很蓬哎，非常蓬哎，这个很烫哦，姐姐先不要那个，我那个，等一下就过去，非常蓬，而且这个表皮很脆。哦，这听敲给大家听这个声音，爸爸，对，这个声音，爸爸敲碎，应该敲不碎。那剪刀剪一下好了，他又吃饭喽，不要再玩喽。那你要吃我捏的那个渣吗？哇，天哪！是我还是他？我有，我有。哪里你要吃的？你说什么？我不要。哇，这汁好多哦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样气炸出来是很漂亮，还有流汤呢。你要吃面包渣吗？然后我把一点那个葱加上来。好了，搞定。哦，气炸锅很烫，等一下再处理。哇，很漂亮。哇，你看姐姐很美，非常美。剩最后一样高丽菜，在收尾了。哇哦，高丽菜！我觉得你好像弄得太大片。太大片了，拍谁？那你会把我开除吗？算了，有钱赚。什么不用钱，还付你钱呢？好了，最后了，稍微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先可以 QQ 的，新 Q。对啊，还有等一下好不好？再一个菜好不好？什么？对啊。帮你吗？好，来。等一下哦。真的超多的。玻璃才19块。这个真的，现在大家赶快去买高丽菜，真的很便宜哦，非常便宜。好了。
好，把它弄干净点，先最后再弄。我把这个洗一洗。好大一盘啊 OK。好啦。啊，今天真的可以带便当啊。太多了，我们可能吃不完，明天可以。啊，又不要敲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三样菜。拜拜，就录到这。你的头在这边。看你的图案。那怎么可？